在台湾航空业史上又添一页悲剧。中华航空公司于今日上午发生骇人听闻的公安意外，一名资深维修员在进行飞机维修作业时不幸遭到飞机起落架夹住，尽管紧急送医，终因伤势过重宣告不治。此一事件不仅震惊社会，更凸显了航空维修领域潜藏的安全风险，引发了对于航空业工作环境安全的广泛关注。根据报道，事故发生于21日上午，当时55岁的徐姓维修员正在执行飞机起落架的移除作业。不幸的是，起落架在操作过程中突然向上弯曲，将徐姓维修员紧紧夹住。同事发现异常后立即进行救援，并迅速将他送往医院。尽管医疗团队尽力抢救，徐姓维修员仍旧因严重的内伤而宣告不治。中华航空对于此次公安意外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与遗憾，并承诺将进行全面的事故调查，以厘清事故原因。同时，公司也表示将与相关部门合作，彻底检视并改善工作场所的安全措施，以防范类似悲剧再次发生。此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不仅因为其严重性，更因为它暴露了航空维修行业在公安管理上可能存在的漏洞。专家指出，航空维修是一项高风险工作，涉及复杂的技术操作和严格的安全标准，因此除了强化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外，提升现场监督和安全防护措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公众和媒体对此案的高度关注，也促使政府部门加强对航空业公安规范的检讨与强化。劳动部门表示，将会与民航局密切合作，针对航空业的工作环境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，并对违反公安规定的企业采取严格的处罚措施，以保障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。此次华航公安意外不仅是对一个家庭的巨大损失，更是对整个航空业安全管理体系的严峻警钟。它提醒我们，安全无小事，每一项看似微不足道的安全措施都可能是防止悲剧发生的关键。从此事件中学习，加强安全管理，才能确保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，保护每一位航空业工作者的生命安全。在追求航空事业发展的同时，我们更应该将员工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，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更安全的工作环境。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哟。感谢收看 Li News，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